手哥，我脚崴了。哎呦，周哥，找卫生员去吧。不，我找阿妈去。走吧。哎呦。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汇演大会五月十日胜利闭幕。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致闭幕词，他说，这次汇演节目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。刘志坚中将代表总政治部发奖。这次汇演中165个节目、736名作者和演员获得了奖状和奖品。5月8日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邓小平等接见了参加第三届全军文艺汇演的全体人员。